西英姑娘来到东京城以后，却哗众取宠，搔首弄姿，先是和郡王有身体的暧昧接触，接着，郡王就莫名其妙的晕倒。我记得以前在军营，西英姑娘对草药就特别的了解，时不时还为将军调养身体。哎哎，在下有礼啊。 郡王，小姐，出事了！救命啊！郡王爷，郡王爷，你到底是哪儿疼啊？哪儿都疼。哦，这儿疼，这儿也疼。啊啊！ 好了好了，对不起啊，嗯，好了吧？他们讨论我，说我毁了姑娘家的清誉，我往后可怎么活？小姐，你别哭了。这世界很酷。